这是 VR 的2406房间，这是一个 Airbnb， 然后进门的话是客厅，看客厅的大小，然后客厅的阳台，所以说这是一个南向的房间，然后外面是哈德逊河的河景，阳光非常的充沛，阳台面积非常的大。然后关上门的话可以听到就是没有任何噪音的。然后这边是次卧，看一下次卧的大小，次卧里有两个衣橱，这个是相对小一些的。然后这边这个是一个 walking closet， 非常大的 walking closet， 看一下。然后次卧里面也有阳台，阳台的话也是朝南的，然后哈德逊河的河景，阳光非常的明媚，阳台的大小也非常的大。这边走是客厅里的一个 closet， 然后洗衣机和烘干机。哦，这边是洗手间，客厅里的洗手间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储物间。哦，这边是主卧，可以站在这个角落啊，站在这个角落看一下主卧的大小。主卧也是南向的哈德逊河的河景，主卧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主卧里的 walking closet 非常大的一个 walking closet， 可以走进来看一下大小。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，然后这边就又回到了客厅，客厅里的厨房。